我咁話 OK 啊，可以同啲同學仔一齊玩見下，平時用 Zoom Teams 啊之類嗰啲覺得悶咯，因為真係好容易瞌著，忍咗好耐啦，都 OK 啦，可以同啲同學仔見面。即係有少少緊張同埋有少少興奮咯，因為有即係我中一學生啦，咁我驚即係識到唔同嘅人會比較有啲緊張咯。有一段時間好想翻學，因為學級好悶咯。都幾開心嘅。因為即係好過喺網課上堂啦，因為網課可能吸收啲嘢唔夠全面，同埋唔識嘅嘢可以即刻問到老師，都係好想翻學，因為喺屋企好悶。我覺得幾好啊，可以翻學。我覺得面授上堂比網課好啦，因為老師可以現場講解嘛，因為有好多影響啊嘛，有手機啊之類嘅嘢。我哋而家就可以上課，所以好開心。因為我第一日翻學，第一日面對中學，可以參加更多興趣小組。係啊，好想翻學啊！因為如果之前停課嗰陣時就可以用電腦嚟上課，但係而家我可以面對面咁樣上課啦。唔驚感染，因為佢會隔咗一行行㗎，咁所以可以安全咯。同埋老師都會盡量唔好叫嗰啲同學黐埋一齊咯。第一波都隔好遠咯，所以一定要戴口罩。有洗手液啊嗰啲咯，同埋多啲洗手咯。有一度可會隔一格咯，即係會分開一格，即係平時係連埋一齊噶嘛。都冇咩感染，即係佢哋做得好好嘅防疫嗰度應該都好啊。每一日上堂入去都要噴嗰啲酒精、搓手液之類嘅，有啊，有隔好開。好啊。翻到學校就可以去探熱，然之後啲手，然之後就隔住一張台咁樣上課，我覺得好好。我諗都停學停咗咁耐，應該疫情相對穩定啲，應該翻學嘅。事實上亦都需要翻學，因為如果無限期咁拖落去，或者淨係網上授課咧，其實對學生或者對家長都不一定是那麼好，因為家長也都要在家裡照顧小朋友的話，就也都影響到他上班的事情。每一間學校都不同，大問題我相信學校應該都做足他們應該要做的防疫措施。